你知道小孩的，你是不是要考级算？你知道吗？说永琪吗？对啊，我这么辛苦的在那边工作，你连那两个小孩都照顾好，他的功课怎么这次退步这么多？儿子还离家出走，你又怎么当妈妈的？那你有过你的小孩吗？我觉得妈妈赚钱啊，你舍得是我的错啊？本来就是你的错不是吗？男人就应该要像你样子，应该要包容他们才对啊！包容他们是吗？有搞错啊？怎么搞错呢？为什么包容他们？哦，哎，一生的缘分不容易结呢，哎，很难得呢。那你们是？哈哈哈哈哈！啊，哎，你怎么来这么巧了？啊，你今天就来找我。又为了拿钱呢？没有，每次我约一次，这女人会出现我面前，绝不是偶然的。没有啊，他说最近很好，然后不要老家里面的。哎呦，居然这样子，哇，真心爽不爽？没有了。好的。我去问一下，你有没有戴手表？没有。你不是有戴手表吗？哎，哦，我有戴哦。哦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什么事？哎。你先帮我买衣服。我们已经分手了。有没有啊？那你要分手，我们休息的，要可以给我一点。
接看到我在跟人讲妈妈。你总还有没有买口罩？那我就跑开走。这个好可怕，这个太可怕了。我不会跟你阿弥陀佛啦，是装的。哎，阿浩，阿弥陀佛，哎，你小心跟我装了。那我不知道你这是什么啊？买酒给我们喝啦，快点，我们要去睡觉去。我以为你们这样子就了不起吗？都不来，叫你买酒不买，是想怎样子？掏出钱来哦！不找你买的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我们要钱啦！看一下啦，快点啦！我都快了，我都快了。走，我们再来好好谈谈好不好？高级特快员。